我们这种绿区绿住户量2万多3万的，在菜鸟那边算是中上。跨境电商的方式购买的话，那等于消费税，只要你不是奢侈化妆品的话，奢侈化妆品它的税率，你说啊我都看不懂，我想说哎，不都是中文字吗？然后原来才发现都是。